点喜乐的心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打开的这一扇门，好让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不但敬拜，而且要看见神荣耀。以下时间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今天所侍奉还有特别短宣队的事事来祷告，因为代表整个教会的一个动力。那另外希望在以下时间我们再做一件事情，把身上的手机好不好再拿出来看一看，凡是有任何三 C 产品会出声音的都把它拿出来看一看，特别注意我们盼望在敬拜神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打扰，也不要有任何的吸引力。我有人说改成震动，其实我们希望你连震动都不要，因为你在祭拜神的时候不要被别的带走，不要被别的事情带走，你要在神面前专一的来敬拜神。在生命里面，好，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的叮咛，我相信这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哦，很特别的。这时候我们安静我们心，一起来祷告，为自己，为敬拜，为侍奉，为一切的信息来祷告，安静我们心。主，我们要感谢你，主，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元帅，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君王，谢谢你十字架上的爱，让我们能够感受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主你是引领我们的上帝。主，谢谢你，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你的荣耀，每天我们都要经历你的信实。当我们短宣队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主，我们不仅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要带着大能，我们相信在后面祷告的人能够同得奖赏。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传道出去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自己要与他们同行。主，我们相信我们所接触的每位小朋友，让他们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主，我们盼望教会所有的人都能够动起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保守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教会。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耶稣近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到今天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新西安敬拜团。
这首诗歌《亚述基督降临》。Thank you.
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蛮有能力。主，我们为短宣队出去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每一个出去的年轻人都是基督精兵，都带着能力，都带着你的信实，带着你自己的权柄。每一位基督的精兵都能够因为我们的尽心的摆上，主你看重我们的服事，你看重我们的摆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哈利路亚！我们说歌来赞美我们上帝，耶和华已经行了大事，他在我们面前已经行了大事。哈利路亚！我们的头盔上帝。成的事情，主耶和华膀臂岂是缩短的吗？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耶和华的神迹奇事总是要带领你的选民要欢呼向前，因为那凡投靠你的就必不羞愧，那投靠你的人心中就要欢呼赞美你荣耀的圣名。主，我们将这些赞美都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天你要为我们行的奇妙的事情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我们所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改变，是看到你教会的复兴，是看到这整个城市的翻转。主，我们将这祷告这些
我们所要带到你面前，为你的国，为你所祈求的事情都带到你面前。我们深信耶和华，你要行奇妙的大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羔羊配得我们的赞美，神羔羊配得我们来遵从他。基督徒所高举的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记号。阿门。主耶稣他头上所戴的冠冕是一个尊贵的冠冕，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神羔羊配得。真又活的主，你更是配得尊崇赞美的主。你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所流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的污秽，让我们得到了救赎。我们谢谢你道成的肉身，带来丰富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从来不撇下我，也不抛弃我，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说凡饥渴慕义的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到饱足。以马内利的主，我知道你现在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敬畏你。如果我们现在有软弱的，就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软弱得到刚强。如果我们有病痛的，就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得到医治。如果我们有忧伤的，也求你赐给我们喜乐，让我们得到安慰。因为我知道生命在于你，力量在于你，复活也在于你。亲爱的主，我们是被你所拣选的子民，现在有一批被拣选的精兵，为了要宣扬主的名，加倍的装备了自己。主啊，也求你的圣灵加倍的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好让那基督的精兵打那美好的一仗，能够翻转那地，得地为业。我相信你的信息必会充满全地，我相信你那得胜的军旗必会插遍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要成为你荣耀你的见证，我们就把一切的摆上都交托给主，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好，我们再用最热的掌声来献给我们的主。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读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四节，由我先念一遍。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愿主的话语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正义的道路。啊，以下限时的时间，我们请本堂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放心，不是我要献诗哈。在神面前我们敬拜是何等的喜悦，当时我们敬拜里面所看到的是要看见生命的果效，好像一个种子在土里它长起来是无限量的一个丰富。那在这当中那跟大家来分享，一开始这献诗是一个特别特别的献诗。那从星期一开始，我们有一群我们教会将近100个年轻人要出发到南投县、云林县还有屏东，在台湾族、布农族还有西海岸的教会，我们分别要在那地要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敬拜、喜乐、传福音来部落里面的动员。那我们希望在这生命当中，昨天我们看到我们年轻人哇，真的是8番5亿的那样的一个精彩的节目。这些年轻人在他们期末考的时候，他们很认真的在考试，在一结束马上投入。但一般大家思想一件事情，但一般年轻人好不容易期末考一结束，联考一结束，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哇，肯定啊，这个 pub 啊，还有很多的他们能够尽情的放肆的地方，放松的地方。但是这些年轻人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
他们在这条道路里面，他们选择了一年一年，到现在已经好几年，选择相同的。当时他们的弟弟妹妹看着他们这样做，现在他们弟弟妹妹现在起来接续这样动作，几十年来，十几年来，这些故事不断的流传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在今天仍然同样的看到。那因为今天第三堂有，还有一些人是在第二堂侍奉，有在耳目侍奉，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到很齐。但是今天我们能在这跟大家分享这样生命的喜悦跟动力。好，那我们希望在以下时间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军队，在耶和华所带领出埃及进迦南攻打耶利哥城的这样的一个军容。我们盼望在教会里面，当你活泼的时候，你要尽情的活泼，你要各种创新的动作。但是今天你成为军队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服从，没有别的。你有在这条道路里面，我们讲求一件事情，迅速和确实。好，我不晓得他们预备好没有，但是在这里时间到，我们就要开始啊。我们请这次有参与这次短宣队的队员，我们通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起立，到指定的位置开始集合。也许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是我们正常的步调，还有合理化的生活。我们提供给我们子女的，我们是给他们一个要不要去迪士尼，要不要去哪里，要不要买摩托车，要不要买什么。当然他们会得到生命的一个需求上的一个满足，但是好不好让他们再次体会到生命里面一种叫做要求。要求，这要求在他们成长过程里面是不可或缺的。这次要往这几个地区去的是不同的队伍，到丰丘很熟悉的教会，我们在那跟整个学校，我们就跟他说，整个学校中队跟我们配合，在园长的地方啊，是妮娜姐在以前我们那档小组所带出的，他们搬到那边去以后，我们就立刻过去西海岸的教会，这是偶像林立的一个区域，但是我们在那里要跟他们征战。那在内斯是啊狮子乡，在排湾族的部落里面，去年我们去过了，今年还要再去一次。那今年多开发一个地形的地方是丹路，那也是狮子乡，在九号公路再进去里面。那我们希望这些部落都能够在这个新的个礼拜里面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在这当中。有些事情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这是生命的一个感恩。好，我们来点名。好，丰丘小友走，华普走。在我们的要求里面，只要是集合一定是跑步，没有走路。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们的军容必须要整齐划一。当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可以疯疯癫癫的，他们在节目里面非常的精湛的节目，但他们学习成为军队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服从跟要求，到时的配合就是合而为一的一个训练。那我们盼望在丰丘的这个故事里面，我每次看到丰丘的部落这些教会带着葡萄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一次常常一次就把他们葡萄都买光光了。希望这祝福不但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也在我们年轻人身上，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故事。接下来园长分成两个不同的侍奉单位，一个是英文营，一个是一个同样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短宣营。那我们在这里来看园长这个队伍。好，园长向右转，跑步走。园长这个队伍是在西海岸的教会，那在西海岸教会我们都一般来了解是偶像最猖狂的地方，那这个它的困难度甚至比原住民的部落都还困难。然后他们也告诉我们，另一个困难就是小心睡觉的时候常常都有眼镜蛇在附近哦，所以他们都带着战战兢兢的心，但是很不怕，但是他们在生命里面常常知道，我去就是要成为生命的见证，我去就是要成为生命的锻炼。那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今天我们在这近半时间没有办法讲得很多很完整，但是在生命里面我们看他们的军队的故事，这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所赋予特别的恩典。接下来
内师加油，走啊，跑步走。内师的队伍，我们在他们去年在内师国小时候，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哇，小朋友跟他们真的是黏在一起，好喜欢这些大哥大姐。内师国小的足球队曾经得过第一名，所以他们的活力非常的旺盛。但是我们队员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能带得动他们，他们必须服从。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求主能保守，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怎么服他们，他们必须要给他们更旺盛的动力哦。好，很感谢神，新的一个队伍是人最少的一个队伍，因为那个学校是一个迷你小学哦，全校只有三四十个学生，所以我们只有13个队员在那当中要带领他们全校，他们全校全部报名哦。那我们也盼望这样一个单独的国小，也一样带出生命的活泼喜乐。虽然学生少，但是是整个部落的一个中心，一样的单独。加油，走啊，跑步，走。当我们在生命彼此分享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每个地方这次全部交给神学生来带领。每个神学生必须要独立作业，负责所有的伙食，负责所有的课程，负责所有的时间，睡觉吃饭一切的动作，所以他们必须要独立担当这样一切的责任。每一个队伍，我们传道人会分批叫到不同地方去关心他们，鼓励他们，但他们的作业全部都是独立作业的。这次的整个大队长，我们在这当中特别谢谢啊，他们就是去年的领队，这次成为他们的生活辅导跟大队长。我们请洪哲传道跟班来传道上来，我们热烈鼓掌来欢迎他们，好不好？在今天的队伍里面，在今天的队伍里面，跟第四堂不一样，因为现在同时间，我们很多队员是在儿童牧区的侍奉，还有第二堂的侍奉，所以没有办法到齐。所以本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啊，所有医疗团队的，这次我们编组了4个医疗团队，在每个区域跟他们一个配搭，每个单位也都有妈妈小组在不同时间里面去一个，好像探望他们普及。那我觉得这都是全教会的动员，有时候感觉起来我就是心中非常非常的一个感动，在生命里面。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一一介绍他们了，但是他们今天这个是现实，也是生命在这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新的一个故事哦。在第四堂说连医疗团队也要上来，但是一样的，我们会在故事里面让大家一起来看。那我不晓得下一张应该是医疗团队的名单可以打出来吗？下一张，对。那我也希望在生命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成为在道路里面，他们星期三一整天就会到那个地方去。那我们盼望在这医疗团队里面会去那边义诊，会去那边陪着这些短线队员。那其他的妈妈小组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在他们身上成就那美好的故事。在神面前我们献上在神面前的感恩。那以下就是他们献诗的时间，一样的，大家都能够在灵里面成为这样的感动。他们所唱诗歌是军队，是教会的方向。他们所带的口号在生命里面是振奋，是生命里面的一个动力。希望大家会感觉到你的小孩在哪里，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这当中活泼的时候非常的活泼，疯狂的时候非常疯狂，拿起小脾气，拿起号角，每个人是八般武艺都会。但他们在这条道路里面，我们强求一件事，这是教会的军队，他们在生命前以军队的模式成为生命的见证，好不好？我们再次热烈鼓掌来欢迎他们。Thank you.
在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一个道路，新的日子，就好像我们常说新耶路撒冷要来，我们看到新的日子来说从全部都改变，在那改变的时候国度实现在今日，也要很快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今天国度还没有实现，但是神说已经在哪里，在我们心里面。如果在我们心里面，你从你站立之处就应该看到是国度的荣耀了。我们盼望在生命当中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所付出的，我们求主能够帮助他们，带他们出去是他们的勇气，是弟兄姐妹的支持，是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感恩。那他们在这条道路里面，我们再次报告，今天一样的，每一年我们都要在这条道路里面是一个募款。这个募款，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没有为建堂募款过一毛钱，对外对内都没有，我们也没有对任何的机构任何的事情需要没有募款过。我们教会募款只有两件事情，再讲一次，一个是宣教给别人，第二个就是风灾地震给别人，这两种我们会募款给别人。那这一次他们所做的，每一个人出去不但没有得到好处，而且每个人自己要缴钱。他们所吃的我估算过，每个人一餐大概二十几块钱，他们所住的都是地板教室，他们每个人在这些出发的时候收集睡袋，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最简单的，但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国度的荣耀盼望。然后为这次事情所预备的游览车去的，他们每天只有去回有游览车，每天在那里边没有车子，他们必须要自己，有些小车子中间在接送，他们很辛苦。然后他们所吃的各方面用最简单的，但是我们给他们的各部落的这些口琴、这些笛子，我们要给他们的乐器，有这是我们教会的工商人员团契，他们在各组里面，他们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奉献，成为他们的帮助。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聚完会之后一样的，我们你可以在上面去为短线队奉献，那就是为他们。我在这里报告，四个队五天每个人吃，还有包括一些交通他们的保险，还有给当地的这些奉献。小朋友他们如果全勤的话，所缴的100块而已，他们的费用只有100块，五天吃，还有是这些部落他们比较贫穷，所以我们只告诉他们说责任区分100块，全勤的话全部退还给他们，费用在哪里全部由我们教会。总共四个区队部落总共需要40万，非常的便宜，非常的节省。但是弟兄姐妹，你参与了就是国度的荣耀。我们兴奋在这当中，好，请大家，我们要的是你的祷告。弟兄姐妹，以下时间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在以下时间开口为今天的短宣队祷告。明天的出发时候，第一件事情天气，第二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第三合一的心灵，他们在那边彼此要坚固，彼此要鼓励。现在我再讲一次，天气的需要，第二身体的健康，第三合一的心灵，比所有智慧都还要重要。恳求主赐下恩典，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也浇灌在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当中。弟兄姐妹，开口祷告为他们祝福，好不好？开口祷告为他们祝福。我们继续，我们右手来为他们宣告得胜的祝福，宣告得胜的祝福。我们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十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新的故事要临到这教会，新的荣耀要临到你们所宣告的。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但那一天你感动摩西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胜过所有埃及的权势，他们出来了，而且是带着权柄荣耀出来。神，你给赋予那时代的改变，400多年无法改变的，那一天改变了，那一天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时代里面，我们不是站在时代潮流里面被时代带着走，我们也不是被时代来供应，我们乃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让时代知道我们这里是耶和华同在的地方，并且我们所走出去的任何地方都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神荣耀的光照在这其中，引导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一个奉献，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的感恩。当我们所付出的时候全部都是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教会要得到天上来更多的祝福，这是我们永远都相信的，而且永远享受在这其中的。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主你保守赐下恩典在每一个人身上，有健康，有平安，有荣耀的一个智慧，当他们说话或做事的时候所带出的言语是神所喜悦的，是当地所有原住民啊弟兄姐妹的喜悦，他们能够看到他们就好像神所差的天使一样来到他们当中。主耶稣保守他们，让他们的家庭也因此得到祝福，也保守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一个感恩。我们相信当我们每次高唱荣耀荣耀哈利路亚的时候，这样赞美声在教会里面，也在他们身上，也在他们所去的任何的部落里面，都要想起这赞美耶和华的声音。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一起拍手来鼓励，来在神面前献上感恩。我们盼望在神面前一起成为这样的赞美，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成为荣耀军队。好，我们拍手来唱这首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的振奋。荣耀，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拍手来，谢谢他们。他们在今天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仍然要赶往俄木去那边侍奉，第二堂侍奉，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侍奉。在教会里面，他们总是最精力啊充沛的一群。他们在这条道路里面，就是神的喜悦的。我相信这是新的故事，在生命里面是何等荣耀。我们接着教会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是教会的福气。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就在你的家里面。我希望教会的年轻人就在你的小组里面，因为这是直到永远的一个故事。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精兵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名词讲的又讲，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精兵只有一件事情，为真理而征战。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扰，一讲到真理就变成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真理常常让人家感觉很苦闷，哇，好像被辖制了，
被规很多的规矩来辖制，就好像那个少年军官一样，所有律法我都遵守了，我在真理里面好像做了很多，但是他忧忧愁愁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讨论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的精兵是明白真理，然后把自己奉献给神，奉献给神以后，你的生命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天天领受新的神迹。所以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讨论是活泼可爱的，是一个 living 的一个感觉， living 的感觉。 living 感觉是什么？ living stone， living water 都一样。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第一个先摆上的是 living sacrifice， 活祭。你愿意摆上去的时候，心意更新的变化的故事在你生命里面就是一个创新，以后你一定会丰富的。但是丰富以后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每个人都要破碎自己，破碎自己，你破碎自己才能够合一。要不然这个很丰富，那个很丰富，那个很丰富，教会有100个很丰富的，这个教会完蛋了，因为都到各行其事，各有各的看法。但是基督精兵要觉得一件事情，你在真理里面要活泼，活泼以后要破碎自己，破碎自己以后合一，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来看，今天时间很短，我要讲得很快，所以大家直接知道在这信息里面所说的思想。圣经说军队基督精兵，请要有一个观念问题，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预备打那美好的仗，这个美好的仗，神这个打仗用美好，就表示这个战争是神所喜悦的。哇，神喜欢我们打仗啊，弟兄姐妹，不是，神希望你在生命里面分别很清楚，一个胜过你自己，这就活祭的意思。你能够胜过自己，你就不会捆绑，你就是活泼喜乐的心灵。然后当跑的路是什么呢？哦，弟兄姐妹，想想出埃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当跑的路。你要脱离环境各方面的辖制，能够走出，进入到神的应许。所进的道是什么？就是进迦南。所信的道就是什么？进迦南。标杆在那里吗？神应许在那里，你要走进，勇敢走进去。不管出埃及进迦南，你都要破碎你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有存留。那弟兄姐妹，果效呢？果效一样的，你要刚强，因为你要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弟兄姐妹，你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的百姓都要得到好处。这个地方我们应用就是那地的民，我们好不好就说原住民好不好。你到原住民区域的时候，原住民区域要因为你去，他们要得到恩典，得到祝福。你必须要刚强，你必须要勇敢的，然后做一件事情，神应许你哦，你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顺利。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彼此的分享。好，那我们来看，因此你必须要这样做。第一点，你如果进入精兵的话，请你做一件事情，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一个命令句。 Be strong， 请你要来了解，神说刚强，你要一个很强的一个生命的显露出来的。我们不要求外显的恩赐，但是你有个动作要外显。 Be strong，在生命里面你要想一件事情，这个刚强我们怎么解释呢？因此我们解释刚强很难去明白，我们做对比就很清楚了。什么叫对比呢？先来了解软弱。我们基督徒常常在什么地方软弱呢？我们都以为软弱是软趴趴，不是，不敢动就是软弱，不能动就是软弱，动不了就是软弱。弟兄姐妹，不管你用什么理由都一样，都一样。第一个，怕。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还记得这句话吗？魔鬼用死这个字就可以打倒所有基督徒的死，打倒所有基督徒，以至于我有奉献，我有做礼拜，我什么都做，就是怕死。弟兄姐妹，圣经说斩死前的是谁？是魔鬼。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怎样死了，所以他借着他的死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也借着这样子要释放一切那些一生都怕死的人。弟兄姐妹，今天在生命里面怕死的人一定输，怕死的一定输，因为他有把柄嘛。弟兄姐妹，但是你不怕死，你就活得第一有尊严，第二个有力量，第三死就离你远远的，因为你不怕他，你要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要让我们得到生命的释放。第二，不要懒惰。有时候我们常说我哪有懒惰，弟兄姐妹，懒惰是一个描述的一个字眼，其实我们懒惰是自己不肯承认而已。
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理由来说，我没有懒惰，因为我要去买五头牛，我要去买五对牛，我要去买田地啊，那时候我正忙啊。弟兄姐妹，你用很多的借口说你不能动，其实是你懒惰。你说我哪有懒惰？弟兄姐妹，因为你失去动机了。你把买牛什么的动机胜过在神的道路里面，你把一切一切生命里面所有东西把它摆出来，胜过耶稣基督的道路。很简单的道理，叫儿子去洗碗，动也动不了，动也动不了。今天叫你去读书，动也动不了，看电视。后来叫你去洗碗的时候，强迫你去洗碗的时候，你就突然说你要去干嘛？啊，我要去读书。其实你是不想洗碗，啊，叫你做这个你就要去说那个，叫你做那个你就做这个。弟兄姐妹，常常在生命里面，其实不是懒惰，其实是没有动机，因此就显出闲懒不做事的感觉。这圣经说的，你只要这样，一定是软弱的。最后一个叫我们用强烈的字眼，大家比较有兴趣，这个字眼叫笨。有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笨？没有人哈，虽然都知道自己笨，但是还是不承认哈。那我们来试想，就是失去了，失去了神呼召你那种意念，失去了那个意念。神说过来，你不是祷告说神啊帮助我过去吗？祷告了四百年，帮助我们脱离埃及的辖制，祷告了四百年，神说我要叫你过来。弟兄姐妹，失去了神的旨意，不敢。其实这个不敢是因为不知道，不知道神正在那里要引导你。弟兄姐妹，失去了那个知觉。弟兄姐妹，其实在生命里面，神要让我们做一个刚强起来的道路是什么？绝对是得胜。弟兄姐妹，不要说你有打球什么花招，你打球的花招哇动作很漂亮，每次输那就是败笔。弟兄姐妹，不讨论你好不好看，只讨论赢了，赢了没有，赢了没有。一个投手三振对方13次就球场输了，没有用。这个投手只三振对方2次，但是全场赢了，他就是对，他就是对，要赢。人生也是要赢。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必须要一个得胜的人生。也许在生命里面千疮百孔，有很多坎坷的道路。那弟兄姐妹，神告诉你，让你得胜的是耶和华，不是你自己。所以你不要找理由说你不行，但神要你得胜。那一天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怎么告诉耶稣呀？我去山上来举手向神祷告的时候，你挑人。弟兄姐妹，神叫耶稣亚挑人，要打仗不是随便人都可以打仗，是神所愿意的人。就在那一天把亚玛利人打败了，因为神的荣耀与他们同在。摩西举手的时候，他们 的战争就不断得胜。弟兄姐妹，仰望耶和华，相信神。这故事在我们教会走了十几年，一直在得胜，一直在得胜。这些小朋友看着他的哥哥参加短宣队，心里面生出一个羡慕，我要。有一天他们长大了，他们终于投入了，终于投入了。弟兄姐妹，好多的年轻人，今年我终于可以参加了。弟兄姐妹，一参加才知道上当。啊，回来以后，哦，累死累死。隔一年吵着要参加是谁？还是这些人。弟兄姐妹，原来生命有一种当下很困难，但是感受到了，这跟说爬山的人一样。弟兄姐妹，我第一次带台南圣教会的登山队去爬玉山的时候，一个人交2500，啼笑，一个人交2500，住在排云山庄，头痛到不行，60个人的床位挤了250个人，根本怎么睡啊？那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呼吸，空气稀薄，头痛得不得了。那我自己在算，我交了2500，我们只要4个人合资就可以10000块。今天可以住在凯撒饭店，我干嘛来这里？蛮后悔的。终于累得不得了，3点要开始攻顶，我在干什么？回到家，每个人都瘫在地上，以后再也不参加了。弟兄姐妹，上当了，真的。过了半年，吵着来，牧师什么时候还要爬山？那你不是上次不参加吗？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有个力量在呼唤我，生命的特质。你应该要有这种
得胜的人生特质。弟兄姐妹，基督精兵，你要赶快来进入到另一种动作，你要能够交托。什么叫交托呢？你交托有一种人，他能够跟你同步的，他能够成为你同伴的。很简单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本来就应该护神的恶，你要跟神同步。而且简单的讲，那一天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说的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摩西的帮手这个地方所说 Moses at 这个字眼所说的是一个好像我如果是营长的话，这个 at 就是什么，就是副营长，我的副手耶稣呀，起来，现在就是换你了。兄弟姐妹，这个故事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今天有吗？你当小组长，你有副小组长吗？兄弟姐妹，不断的把你的儿子当做你的副手，不断的把你的属灵的儿子当做你的副手。有一天，不要说你怎样了哈，有一天你会发现他跟你同步的感觉，好棒哦！生命需要有同步的感觉。弟兄姐妹，同步的感觉，有一天他会羡慕的。这个叫以利亚与伊莎啦。我叫我同工帮我画的时候，他真的把以利莎的特质画得很清楚哈。以利莎的特质是什么，知道吗？圣经里面有说，他是一个秃头的哈。弟兄姐妹啊，真的好可爱。圣经说，以利莎说：“我跟着你那么久，当你告诉我你要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祷告，我要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感动你的灵是什么？是使命感。你怎么为神拼命？我要加倍的。弟兄姐妹，所谓的交托是这样的意思。他那天看到荣耀的火车火马在这当中引导着。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弟兄姐妹，我要弟兄姐妹都看见，因为我看见。我告诉你，我也有师父。我有羡慕的人有几个，我讲一个大家认识，就是刘瑞贤牧师，我的舅舅。我羡慕，我现在祷告里面羡慕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他虽然是小儿麻痹，但是他到最后坐在轮椅上这样讲到的时候，我仍然觉得权柄在他身上。因此我向神祷告，我也要。弟兄姐妹，让你所做的，让你的属灵的儿子看到你说我也要交托，恳求主能够保守。第三，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军兵。弟兄姐妹，还记得那句话吗？断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有各种苦难你要身上，弟兄姐妹，不是苦难，只是挡你的路，不让你那么的像耶稣而已。很多事情发生，弟兄姐妹注意，不是苦难，只不过在挡你的路，不想让你那么像耶稣而已，那么像耶稣的道路，那么体贴耶稣的心情，不想让你这么做而已。弟兄姐妹，断没有什么能够让你基督爱隔绝。所以圣经继续说，在这个圣经里面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叫那遭了当兵的喜悦。你不要这样子，如果你能够不让事物缠身，你就能够叫那个招你当兵的人喜悦。神在你身上有喜悦，是因为你不要一天到晚说我这个很忙，我这个很忙，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弟兄姐妹，直到神把你有的夺回来，你什么都没有，你变成什么都行。你每天都在教会哭也可以，每天在主啊哀求也可以。弟兄姐妹，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把恩典给你，你有恩典以后，就开始在恩典里面说这个我不行，那个不行，我要加班，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都不晓得我多忙多忙多忙。弟兄姐妹，你把事物缠身，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把你变化成另一种气质，地上所有的财富会把你变成全部都是那种很世俗的样子。请你在生命里面规划你自己，我要成为神的仆人，气质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像那天宴席选召的时候，神说了，被召的多，选上的怎样？少。弟兄姐妹，记得哦。神选召很多人，但是被选上的很少，因为他们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不厌顺服。弟兄姐妹，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相信你有困难，但是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你就发现十字架不但不是困难，是你的祝福，是你的祝福。你只要愿意跟，弟兄姐妹，在神面前
这样的一个故事。牧羊人叫你的名字，你跟着他走的时候，牧羊人叫你的名字，你跟着他走的时候，也许这是死因的幽谷，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跟上就对了，你只要跟上就对了，跟上就对了，你跟上去以后，诗篇二三篇的故事就会临到你身上。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但是你不怕，不用害怕，他的杖他的竿会引导、保护、看顾你，然后那一天你才能够知道敌人的面前看到你被祝福，敌人看到你在神面前被祝福，他们会哑口无言，哑口无言。然后你会在生命里面有神的恩膏在你身上，特别特别的祝福在生命里面。这是最后的一个挑战，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说你要依靠他。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短宣队他们一直喊喊喊的那些话语，听得清楚吗？他们用喊能听得清楚吗？弟兄姐妹，靠着主耶稣用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又出现了这个刚强的字眼。你一定要这里所说依靠他的大能大力，还记得我们教会的主题经文吗？靠主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靠着神的力量，你心里面要想神的道路，你愿意走的话，第一个你会碰到流泪谷，这个就是神要你穿戴全副军装的意思。就在那一天，你会看到你会胜过所有魔鬼的诡计。魔鬼诡计不是有形的，因为圣经所说了，我们不是跟有形的征战，乃是什么？跟外表很光鲜亮丽的，外表好像仁义道德的，外表好像很多合理化的，你跟他征战的时候是征战，我里面要单纯的走神的道路，不是属血气的，是正掌权者，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把黑暗从我们眼睛挪掉，请你单单看光明。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将会很不一样，让你所在的地方看到各邦国都要唱哈利路亚。有一句话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有人说是妈妈，没有，妈妈的发音各世界各地还是很多不一样的。好，有人说只有一句话，但是那不是言语，那叫哈欠，打喷嚏，全世界发音也都一样。弟兄姐妹，只有一句话是全世界发音一样的，就是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到世界各地，你如果迷路的话，你就说哈利路亚，不要去穆斯林喊哈。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多人，你就同样生命的会亲近你，各邦各国各部落都要高唱这样的一个故事，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到处会得胜的一个军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很高兴在你面前一起敬拜，在你面前一起拥有神的荣耀。主耶稣，我们好享受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喜乐，我们很进入状况的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意念，如果真的那么多，主耶稣，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希望这些意念全部都实现，所以我们全部都要，我们全部都愿意跟，我们全部都愿意领受。求你帮助我们脚步坚定的、勇敢的，在这当中一起来领受，也让我们生命拥有因为敬畏耶和华而得着了智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奉献的时候，在这里特别报告，如果你要特别为短宣队奉献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奉献袋里面写上短宣队，然后跟你的奉献一起放进去。如果你现在没有奉献袋的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奉献，在柜台上面那边可以拿，你只要在上面注明短宣队你要奉献多少都可以。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要的不是钱，所以我们要的是人。所以你说啊，我刚几百块呢，弟兄姐妹，那就是你的人。我们要的不是钱，因为我告诉大家，我们一定够用，一定够用，但是我们要大家参与，参与祷告跟奉献，参与奉献，你只有100块也是参与，因为你在这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盛会。那我希望在神面前能够在神的荣耀当中，成为敬拜里面的喜乐，一
因为你看见了，好不好？每次我们奉献的时候、回应的时候，都有一个彼此的鼓励，我们拍手来鼓励他们，好不好？这样后勤的队伍跟我们唱，唱哈利路亚，sing hallelujah。我们请曾吉南弟兄为我们做感恩祷告。但是你还是拣选我们，你还是看着，还是保守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气息来到你面前。我们好喜欢在人前说我好爱你，我们好喜欢在人前前面说我是如此的不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刚强有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是不是因为你的看守、你的保守，我们就像行尸走肉在这世界上。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能够靠着你的话语而刚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在行这个道路上，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荣耀你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是，我们愿意献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靠着你，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翻转。感谢你，也求你保守。这次短宣的这些队员，让他们真的是由他们由你来自天上的口才跟智慧，能够激动他们的心，
能够柔软他们的心，能够保守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在这路上魔鬼会在这当中能够会为他们有更多的征战，求你保守他们，也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能够在这教会当中为他们每天的祈祷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是喜欢我们这样的合一的教会。我们向献上一些我们所有的，也求你能够圣功能大大的使用来翻转这样的土地。感谢你，我们将奉献祷告，奉主我们的求，阿门。颂荣，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颂荣的诗歌是诗篇23篇。颂荣结束之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祷。随便，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他是我灵魂苏醒，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膏。与我同在，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我们谢谢你，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仍然有生命的气息，我们仍然能够说我愿意为你付出什么。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站立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赐给我们恩典、喜乐和健康跟平安，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活着，能够说我想要做什么。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在国度荣耀的盼望里面，求主你把这吸引力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得着，也让我们因着为你做见证，很多人也都能够得着，因为我们生命成为尊贵的器皿，是贵重的器皿，是神荣耀的喜悦。这是我们祷告跟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在生命当中得着在
恩典里面全然的医治，使我们身心里在你面前活泼强盛，好让我们所看见的国度荣耀的盼望，使我们走在这其中的时候，每一天重新得力，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有会去敬拜，在下一堂我们仍然有这样第四堂的诗诗一样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被鼓舞起来，不但是我们的感恩，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带到，也是教会里面的动力。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一年又一年的这些成长成为新的故事，也愿意神在我们教会的拣选成为时代里面的一个拣选跟故事。好，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感恩。那今天我们一样的有马可牧区的公园音乐会，然后下午1:30，所有的短宣队的队长到207教室，我们所请医疗团队的同工能够在同时间到207教室，因为我们希望小队长都能够跟医疗团队的同工来认识，然后包括队员的施工怎么配搭，我们做一些接触。还有妈妈小组，如果你有登记哪一天要去，如果你想要跟那个队长更认识的话，一样的1:30都能够到207教室。好，这是等一下我们再次补充报告的哈。好，那这礼拜我们教会大概维持每天都有5-6个同工，还有包括妈妈的一些同工哈。其他的我们的传道同工都会轮流到各个地区去帮助他们。那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我们的查经聚会都会暂停，希望大家都能够为教会的各样事工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关心。那今天我们来介绍第一是在子母室王晴芳，对不对？王晴芳在子母室，好，拍手了，我们看到了，哎，感谢神，欢迎你哦哈。第二是这是我的阿姨跟姨丈哈。这蔡凤生、刘礼斌传承刘礼斌在后面，欢迎你们。在台北圣教会聚会，也是昨天来参加这个欧美芳阿姨的这样的一个安息礼拜。好，然后这是徐静慈在这吗？徐静慈在这，哎呀，是伟信的妹妹哈。然后她现在在那个林良堂安立为牧师了哈，所以应该是徐静慈牧师了哈。哇，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在这当中一起来聚会，一起敬拜神。好，谢谢，请坐。然后我们就是也因为这个董梅花吴雄一样，也他家属要我在这里代表他们家属跟大家谢谢，昨天在整个安息礼拜里面大家有那么多的协助，那么多的关心，那么多的鼓励，那在这里我要代表他们家属跟大家说谢谢哈。那我们请家属都能够一起站起来好吗？都站起来，那我们来拍手，来欢迎他们，鼓励他们在这条道路里面继续成为在各地，他们家族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成为很棒的一个同工哈。其中也是有这也是牧者，我们请特别介绍哈，吴宝兴牧师跟淑清师母站起来好吗？我们欢迎你们，这是他们在美国牧会的吴宝兴牧师哈，也是他们的家属。感谢神，今天在神面前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没有被介绍到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招待同工没有办法立刻辨识到你是第一次来，所以一样的，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在会后赶快告诉我，我也是新来的，我们希望能够赶快认识你哦。好，在神面前献上感恩，来在神面前成为彼此的祝福，跟旁边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